第二题，环保意识抬头，国人日益重视生活环境的品质，低碳生活是我们对干净环境的一种期盼。试问下列四者中，何者为最符合低碳理念的洁净燃料？我们看到，我们烧煤、烧石油、烧天然气，因为它们都有碳，都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所以并不符合我们的低碳的理念。而只有烧氢气，它是产生水，它没有二氧化碳，所以它符合我们的低碳理念。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，试问下列四者中，何者为最符合低碳理念的洁净燃料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氢气。